耶耶耶耶耶，放屁哪耶！那今天的话，应该就是我们玩这个超级无敌厉害模组的最后一天了。那来看一下，接下来还会有什么让人家惊喜的部分了？那这个作者的话，改更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棒，也不知道他之后会不会有其他的作品。那大家如果有他的其他作品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继续跟泽斌分享一下了哦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基本上我们上一次玩到的是那个学长消失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不是学长消失啊，应该是我们上次玩到哪里啊？这个吧，阿勾提啊，对啊，阿勾提啊，对啊，学长消失没错了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好不好？从 Among Us 开始，这个 Among Us 这首歌也很好听，我觉得，因为它有里面有含很多就是 Among Us 的一些那个背景音效跟音乐，我觉得感觉蛮好的。哦，等一下好想打喷嚏，哦，没事。旁边真的是那个啊，亨利火柴人啊，但是那个模组一直找不到大家如果有这个网址的话，也可以提供这个歌评好不好？那个亨利火柴人。这改的真的很好节奏也很好。听到都失神了，不知道讲什么。很好听的这首歌，我觉得蛮好的，改得蛮好听的。我觉得要有玩过那个啦，就是太空狼人杀的人应该会更有那种共鸣感，因为它里面都是里面的一些就是那个音乐的配合跟配置，很棒。这首歌意外的还蛮长的，我之前玩的时候都不知道原来它那么长，是不是？可以哦，很好听，还行。而且我觉得这个作者他会把一些就是那个比较违和的地方修掉，然后再加一些就是更有动感、那种活力的音乐哦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 Hank 死了 ，Hank 的音乐也是很好听，好不好？从白天唱到晚上，哎。有女的 Hanks， 女机器人那他女朋友是不是 Hanks 的女朋友？ Hanks 的音乐也蛮好听的。其实 Hanks 的女朋友蛮正的，还蛮正的。
本不记得我之前听过 Hank 唱这首啊。难怪会找初音来唱啊，初音很适合哎、欸、这首。我还是觉得 Hanks 的女朋友蛮正的，一直看他女朋友，莫名其妙。来来来，下一首，这个不知道是谁，这个比较不认，这个魔主还没玩过。嗨，宝贝。哇，好像有点猛哦。到大合唱的地方了耶，好像只有我们 BF 跟 GF， 然后爸爸跟 Tico。可以耶，又回到大合唱时期的事，所以最后要给我们大惊喜，就是合唱又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来来来来，期待期待，拜托多一点合唱，你调的合唱真的很好听。哎，自己人打自己人，哦，我听这个节奏，我以为是那个哎，我以为是烟烟伯伯，怎么他们都唱的是一样的歌啊？对啊，这个背景的东西是那个耶耶伯伯那首歌啊。那我觉得这个跟烟烟伯伯的音乐没有说那么搭，有点小可惜啊。他们自己在唱自己的歌。他们到底在聊什么东西？笑得那么开心。哦，他会不会是因为他有在抽烟，所以他就也一起咳这样子？Nice nice， 再来是 Pico 对不对？ Pico 最后的倒数第二首歌了，来 Pico， 我们变蓝红蓝红绿了， 1 2 3 Let's go。
那比较慢版的，慢版的。其实我觉得 Pico 的声音真的蛮好听的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可以唱出这种声音，还是必须有东西去辅佐或调整。真的很好听，苹果这个感觉就是用那种就是小声功有没有，然后去唱歌的那种感觉，会有一种压压的那种感觉，压低的那种感觉，这声音很好听耶。I'm making money, making money, gonna rock it all right. Pop people, 最后一首了，作者的最后一首歌。哎，这好像是那个小丑，是不是？我刚刚听到了，真的。最后的，不会有东西了吧？不要哦。最后一首歌居然是这个了，哎，还有，哇靠，不要闹哦，有死亡的那个啊，哭啊，哇靠，副本不是吧，你怎么最后藏这个东西啊，啊你嘎嘎嘎嘎嘎嘎，弯刀升天案件了啦，郭德，
Thank you.